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柚子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全军出击啊！咱们打的是单排的速战速决啊！今天这个圈呢是军事基地，咱们呢就跳这个军事基地啊，必须得跳这个军事基地啊！机场的圈，我估计人应该不少啊，人应该不少。哇，都在上面了，都在上面了！我的妈耶，这么多的人吗？拿到枪是最重要的啊！这个人在哪儿啊？找不见他呢。很骚啊！这是贼骚啊！你们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老子一跳，空投了哪？去捡空投去。千万不能大意啊！一个小狗崽儿，小狗崽儿拿着。还没有弹夹，走，就捡到一个三级头，还没有三级房。打个右眼，狗杂得被消音啊。我的天，我这开店贼卡。是橘子哟，不好意思，橘子。OK。
我到现在还是一级包，哎，空洞里面也没有包，只有一个。那还是个几秒，哎，完美，二级包，完美。落了，落山上了。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啊？嗯，呀，这么穷，你们在这干啥嘞？真的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。咱们是吧？拿着行。走，捡空投。有没有人来和我们抢空投？抢空投，不抢，抢，还是不抢？抢还是不抢？这个群边边上。看有没有人啊？只有一个，M24。这一跳，有没有背剑啊？不得，继续。一枪，哎，爆头，上面有一个人，四个镜，不得劲，有人救我。哦，你大爷！在哪儿呢？那个是人机，扔在高架上。刚走了，这不知道在哪狙着我。他吹牛逼，三星王能把我狙到狙爆头，我真的是服了他。嗯，还狙我是吧？
虚无，我肉眼还看不到他在哪。搁哪去的我呢？哎，我得观察观察。他不杀人吗？那边是两个电脑在互打啊，被打死了。他在哪呢？烙印笔。其实基地这个圈不好走，不好走，不知道去哪儿。是吧？哼，都这事能看到我。最后人一定能找到我。还有两个人。就没圈了。楼上有一个。救我，死了吧，都死了吧。Come on, baby. 就你的技术还打我呢。好了，宝宝们，咱们这期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